请全程佩戴口罩，并避免交谈。Please wear face masks at all times.为什么？好像确认了。哦。如果连回龙车都换了，我怎么办吧？没事，上来。不要，真累。所以你刚刚都没看到我。真的没看到。我刚跟你擦过哎。我回中和啊，现在到底啊？现在等下你都开去吉安？没有，现在要南势角再开回来。来这边大好机会，中校新生站的损本。对啊，今天这里，国外这，尤其是对面。哦，对。这里门前不是算很嗨，那东门会很嗨。那松江南京呢？更嗨。松江南京也蛮嗨的。中校新生站一定比东门都还要嗨。没有。所以说我都习惯在那个门的。哦，因为我那个门人最少，就是第一个门。我现在是有点偏生命模式的边缘。
一种就是上一次已经拍过了，感觉已经习惯他来这边的感觉。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拍差都已经回去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你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再跑回来。哪有很短？一年而已。一年，对啊，一年没错啊。可是我们以为你走不是半年就回来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北海岸的风景太漂亮了，他想要多看一会，所以开到蛮远。后面没事，我先进去。啊，你慢慢看。他到底是把那台当什么？哎、欸，人家是有画框，人家是有画框，他到底是把那台当快充车来看，还是当什么？还是快充巴士？到底是？
如果真的真的去到很严重的话，应该会对相片收带有回笼这样的，是这样收吧。如果真的去的话，就这样。新生 station transfer station for the blue line 中校新生往返南线请在本站候车中校新生北侧中南线请在本站候车左侧开门可以讲吗？嗯。泸州车爆了。啊？泸州感觉要爆了。怎么了？为什么？疑似车故障。哦。然后现在车应该什么都不够用。哦。所以接下来这里车就是不会上来跑的。对。最后加班用的。所以等一下这还要加班的。这就已经加班了。哦。原本是。这台是这趟是四系。哦。哎，等一下，这台车在早上跑438。哦。438直接被换下去之后，我就找不到人了。嗯。结果这台早一次的时候，已经换了46了。哦。所以现在我们的车是46。对。哦，46，干。我记错，我记成44。49还要再后面。都还没发，他还在机场等我。没有，因为46跟49这两个，我都有口诀可以，我都有口诀可以记，所以两个搞混。他跑3段5、3段6跑46，然后我把它记成49。昨天就是三段五、三段六，你知道怎样吗？巨赞。
对面灯亮，对，这时候刚好也车亮的差不多，车要准备进站了。嗯，就是这样吗？还没开门，还没等开门就关门了。巨站，而且在发生什么恐怖的事？这是我昨天传的。什么恐怖的事？撞上去。这样子。嗯。他不是这样站出来吗？嗯。赶快关门走人。巨灾好事，好凶啊！昨天这时候是暴力装的，直接甩下去就对了。这个表面的塑胶壳是不是有换过？感觉很新。等下看你拍到男视角，要不要直接杀过去？对啊，我到底看到没？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了。你是没有？我等下到呢。对，另外一边。哦。下来。是哦。没有，我等下到男视角，我就要回我外公家，我要去吃晚餐。折返，然后赶快过去啊，然后你就可以下，我就把你踹下车了。干，可以不要吗？可以要吗 ？Fuck。现在走这一段，我就想到我开这一段就非常非常的优质，除了弯道路段我会二十路过去之外，其他就是优质。我的话可能新干线直接电门拉到地，优质，这才叫优质。有一天。700T 啊，因为我习惯这样子 T700，因为电拔 EAL 什么的全部都是英文在前面。靠，靠北了。T700比较顺。干。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交比较顺吗？嗯，为什么？我打的时候一开始是写英文，然后最后才写数字。哦。写英文数字。英文数字，数字英文啊，不行啊。2000干，虽然说中可以开到300的车，根本不会。哎、欸，那我跟你讲，我开三手线，然后一样拉到底挂档，然后都不要。我传给你，我传 A 科技，我替你。
我没看到，是昨天吗？今天。今天。我去拍到了。哦。那就是不是我这只手机刚刚才拿回来。好，这就算掉了。爸，没有啦，两千。哎、欸，我这一两个月，我是两个月两千是两千是在亏。少亮去，来。15分就算，对不对？嗯、对。不好意思，帮我改一下。最后晚27分离开台北。我靠。我的综合段真的打算都要用这个，不用现在。
下，让他剩一颗。为了补考昨天的。原来他没有戴口罩。哦，是哦。看，我以为是，我以为你是要，我以为你是要投诉他在车上大吼大叫，结果还好。那个上集团的在找他做的地地的东西啊，集团。直接那。这边是不是会让本车后开啊？等一下，看你机会。对，我因为现在他们都先从后面的车这样越开，现在赶快给我们看一下。那我你可以过，你可以。了解，这台二王卢高新本车开了。王卢高新的列车在第一排，请关闭。